变化会比较久，比较远。好，谢谢哦。看一下再跟你联络。这一款酒它属于比较单，它是单一葡萄酒酿的，然后它的味道，它的单宁比较浓郁，而且会稍微有刺激感，它的后劲很回甘，然后会还在口中的感觉是喉咙的感觉是它会持续一直持续下去，对，会有一段时间都还存在。这几支酒的单宁都不太一样。都不太一样，而且它的后劲都不一样。